我叫拉瑟屁，是个侦探。这次我又接到了去庄园的委托。哎，我为什么要说又？传说那里有金色的宝物，当你得到它时，它就会变成获得者最渴望的事物。传说有无数人踏过那里，但是没有人回来。为了寻求宝藏，我坐了匹马，熬夜赶往庄园。还没进大门，就感觉背后有什么东西看着我。你快乐吗？这种阴森的感觉，莫非是鬼在叫我？哎，谁在背后？你不要过来啊！没有。不叫你快乐吗？为什么这里的人总是不听招呼呢？是那回事吗？再度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处阴冷的房间，而我坐在椅子上，旁边还有三个跟我一样的人，而他们正默默地看着我。面前异于常人的身形以及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。为什么绝育手术很成功？绝育！等一下，这信息量好大了喂！现在的鬼都这么个趣味了吗？我的小猫咪怎么是这里的猫？原来是猫。刚刚做了绝育，现在高兴。请一次性把话说完喂！另外这个地方哪里有玉啊？但是我不就不吧，跟你说话真累。是鬼啊！我是这座庄园的监管王杰克。监管就是看门的吧？嗯，王杰克还是个中国来的。是监管王杰克，不是王杰克。这不一个意思吗？先说正事，既然你把我请到这里，那就说明肯定还有什么目的，对吧？比如说守护秘宝，要找到五个神器通过考验什么的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没错，一个字也能停的吗？自从庄园被废弃后，我一直很无聊，所以我在这里找了几个学生，然后私人教学。我他妈脑瓜子疼。但是我很快发现，有人并不是来学习的，而是看中了庄园的秘宝。作为监管王的我，当然不能随便给，所以我决定让那些拿到秘宝的人，只要跟我的学生组队合作，完成他们的作业就可以逃走。成功逃跑的人才会得到秘宝。这仨队友就像我玩游戏那些傻缺队友一样，如果失败会怎么样？那就把他们绑起来，然后嘣的一声，直接爆炸，这么狠！嘣的一声点个火苗，他们就坐火箭回家了。吓死我了！这不能有个正常点的离场方式吗？所以你确定要参加吗？这么一说，我有点犹豫了。先问一下，那个黄金秘宝什么都能变吗？不能。不能变。我把自己的名字倒过来写，不管什么愿望，只要你第一时间想，他都可以。王倒过来写不还是王吗？但是。黄金，那我就要一个黄金头发大波浪的美妞。就一个要求吗？那真的啊，其实是三个要求。算了，开始吧，人都到齐了。来到由新森的墓园，夹杂着凛冽的寒风，几只乌鸦在墙壁飞来飞去。作业很简单，只要破译场上的密码机就可以打开出口逃跑。我们四个人修五台电机，还能失误不成？哎呀，电机怎么还跳闸了呢？不过没事，这鬼肯定抓不到我。你看他这走位，就像个猪。你在吗？大哥，我错了，我是说猪，不是诸葛亮啊！您的神机妙算就像三国的诸葛孔明一样，让我甘拜下风啊！在吗？还是夸我？都一样没有。我靠，这都能断句啊，大哥，我运气球啊，咱商量一下。那我就放了你。大哥，好人一生平安。放了你上天，很可惜，这次你失败。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就不断句了？喂，完了。我现在已经被绑在椅子上了，难道我就这样空手而归了吗？我可是老色批家族的人啊，我身后还有那么多支持我的老色批，甚至还有投了硬币的老爷正在来支持我。为了大波浪，为了秘宝，我又怎么可以放弃希望？等等，还有几个队友一直都没有交流，而我知道监管者的位置，如果借助他们力量的话，在吗？各位兄弟，听我的安排，现在监管者就在我面前，我刚刚观察发现他出刀延迟，所以只要一个人骗他出刀，另外的人就我修电机，然后我们再两两组队，我负责看方位骗刀，听我指挥。终于不知道多少回合的周旋，我们逃了出去。连续几夜的奔波，声嘶力竭的指挥队友已经让我疲惫不堪，加上还在刚刚的游戏中指挥队友，嗓子都要翘了。恭喜你，这场游戏你胜利了。看你声音嘶哑的样子，才喊得太用力了吧。不管这些，所以秘宝呢？秘宝自然会满足你的愿给。这是黄色小方砖。我知道年轻人的世界就喜欢熬最晚的夜，最刺激的美食，打游戏输出全靠。但是这些习惯都仿佛在伤害你的嗓子而已。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带上它，嗓音输出不要谢。黄色小方砖怎能少？百年良药，我那也好，随身携带更方便。这就是我守护到现在的原因啊！现在你既然赢了。就交给你吧。怎么突然不断劲了喂？话说如此，这一宝藏就被小爷拿下了，以后跟兄弟们冲关的时候也要随身携带备着，真不赖。